今天传道人讲的真好，叫我们要多传福音，不要这么自私，只晓得自己进天堂，而让别人下地狱。所以，我今天也要传福音。喂，喂，吓死人呢！什么事？来，我们来坐坐下，坐下。 我要叫你去信道理。什么叫信道理？信道理就是信耶稣。耶稣？什么耶稣？耶稣就是救主，这你都不懂。哇哦，你态度这样恶劣，就算耶稣记好，我都不要信啊！去你的！这人怎么搞的？竟然叫他信耶稣都不要。我看来应该要告诉他，信耶稣的好处就是上天堂，不然他不会相信我的。 喂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讲说，你要信道理，信道理才会信上天堂。哦，信道理能够上天堂。对，这样天堂有什么好？天堂好得很。这样怎样好法？天堂，你说天堂什么不好？ 哇，这样你就奇怪了哦！你自己不知道还要反问我，不知道东西就不要跟人家讲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信道理的话，你就上不了天堂，到时候你就会下地狱。你知道下地狱有多惨吗？熊熊烈烈火烧着你，千千万万的虫咬着你，到时候你就苦不堪言。是谁跟你讲地狱这样苦的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到时候我自杀都不迟啊！拜拜，孺子不可教也。 看来我真的没有传福音的天分，为什么我传福音都没有人相信我呢？我看我还是关心弟兄姐妹好了。诶，最近好像没有看到冷心弟兄，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都没有来教会？嗯，既然我要关心弟兄姐妹，我应该去拜访拜访他。对了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嗯，我就去拜访拜访，顺便了解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喂，请问冷心弟兄在家吗？这么迟了，到底是谁呀？是我啊。哦，糊涂了，弟兄啊，这么迟了，还有什么事？进来，进来。 这么迟了，你还来这里做么？不迟不迟，我来看看你最近没有在教会里面看到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最近教会很险呢。你怎么可以说教会很险？弟兄，这样很危险的，懂不懂？我懂，我懂。既然你懂，你还这样子，你还敢不去教会？你知道上帝的棒子打下有多严重吗？ 上帝的棒子打下来是谁都顶不顺啦，可是伯伯呢？我们软弱，你回去多多为我祷告算了。还等我回去祷告？不行，现在我们就来祷告，快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晓得这位冷心弟兄是多么的冷心，居然偷懒不来聚会。神啊，我现在把他交给你。 你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给他一点蜡头参禅，管教管教他，看他下次还去不去聚会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阿拉，我刚才你的祷告很假烂嘞，你叫我怎么办好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要走了，拜拜。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好好反省啊。啊？刚才跟冷心弟兄做了一个祷告，看他紧张成这个样子。 就知道祷告的效果不小，嗯，看来我有劝勉弟兄姐妹的恩赐，我应该好好在这方面加强加强。哦，这不是糊涂热弟兄吗？好久不见哦。原来是曾知识弟兄，哎，最近身体看起来不错，很好。这是主的恩典。喂，等等，不对哦，你看你。
身体这么胖，你一定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你告诉我，你完了。你要知道，属肉体的弟兄姐妹就是偏养基督的道。你看我身体这么瘦，你知道我很属灵。这么说，越瘦就越属灵喽？那还要说吗？你刚看我的身材，你知道了吗？不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是给神居住的，我们是有义务去照顾和保养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你这么瘦，这不单止不表现出你的属灵，甚至还可能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哎呀，反正跟你讲都讲不清楚的，你反正知道我对上帝就是这么热心，旁眼人家都看得出来我对上帝这么热心啊。这样你又怎样的热心法啊？哦，那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一个礼拜禁食祷告两次，星期五又不吃肉又不洗澡。糊涂的弟兄，你又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神注重的是心灵与诚实。如果你没有心灵又没有诚实，你一个星期不吃肉，一个星期不冲凉都没有用。唉，跟你讲也是讲不清楚的了。唉，那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哦，我等一下要去昆山那里聚会。什么？这么迟了还要去聚会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亚德门聚会完，我等一下要去昆山那里聚会，这样才数得我很热心。哇，你一下子赶两场聚会，弟兄你还记得吗？那当然，我记性这样好，当然会记住啊。好，这样我问你，今天牧师讲了什么？好像是刚才讲那个在旧约的启示录啊。对对对，启示录。启示录在旧约，你肯定吗？说启示录在旧约吗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在新约，新约的启示录。对，启示录是在新约的最后一卷。还有，我再问你，他们今天又讲了启示录的什么内容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讲起那个七个教会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原来是在讲七个教会。这样七个教会是指哪七个呀？哎呀，那样简单就不要说了。不不不不，你不用客气，我不懂，你告诉我吧。哎呀，连七个教会都不懂，好吧，那我就说吧。哎呀，第一个好像是腓帖拉铁教会。废铁拉铁，教会几时变成回收站了？是非拉铁非教会是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非拉铁非，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说的呀，还是你厉害。这样还有呢？第二个好像是推而推呀，推而推，哦，推而推呀教会。推而又推呀，教会几时变成 copy down 了？是推呀推拉教会弟兄。是吗？是啊，对啊，这样我记错了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搞的？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学人家瞎糊涂了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有充足的智慧悟性，使到我们在属灵里面能够长大成人，不要像婴儿这般幼稚。对对，还是你说的对。看来我真的是太糊涂了，在这几年来。我一直都这样糊涂糊涂涂的过，不知道闹了多少笑话，唉，又浪费了多少的光阴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一样，这样糊涂，一直糊涂下去。